陈海琳和郑嘉颖在早前520宣布怀有第二胎， Grace Lee 脚踏三寸高踭鞋带着个肚现身活动，真的看到都替她牙烟啊。嘉颖有没有饿你啊？冇啊，佢都放心嘅，因為知道有工作人員啦，同埋佢又知道今日嚟海洋公園又可以喺室內啦，又可以睇下小動物。佢話：你見到就記住同佢哋講，我哋下次一家大細一齊嚟玩啦，咁樣咯。睇個樣 ，BB 都應該就快出世咯，屋企準備好未咧？我哋其實由知道嗰一刻已經開始準備嘅，因為好似多一個嘅時候咧，突然之間要買多咗好多嘢啦，跟住又要俾大哥哥明白啊，細嘅嚟緊啦咁樣。咁雖然佢暫時都仲未好明白呢件事，但係就有定心理準備啦，大家即係攞個肚出嚟俾佢，但係佢都唔明白，佢好似覺得媽咪你做咩成日遞個肚出嚟咁樣咯。應該是嚟緊 baby shower 的時候，因為都想跟朋友講的時候，有個 surprise 喺度嘅，咁同佢哋講完之後，咁跟住就會同大家去講咯。生完金胎又會唔會封肚啊？我唔敢講啊，呢啲嘢話唔埋嘅，到時你話兩個，跟住又多一個咁樣，咁所以我覺得係啦，睇呢個嘅神仙安排啦，自然啦。唔知咧，我都期待緊再翻嚟拍劇啊，或者看看有什麼機會的，但是我覺得我主要都是家庭為先，就先照顧了家裡，之後再看看有沒有機會。